2.0 的炫，好看吗？你看，超透明的，我说黑色最好看吧，跟我今天这一身也挺搭的。显瘦，对，关键显瘦。好嘞，我说黑色选的好啦，相信我。欢迎欢迎欢迎，10:30还有最后一波秒杀，大家多多支持我啊、哦！喜欢的可以下下单送送礼物，刚刚我唱歌的时候送礼物的宝贝们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们比心心。然后给你们唱一首那首歌叫什么，七月的风八月的雨，那首歌是叫什么名字来着，那首歌大家有知道是什么名字吗？很透啊，我一下子忘记那首歌的名字了。遥远的你哦，对了，遥远的你，唱一首《遥远的你》送给你们吧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这首歌是一首民谣，我觉得超好听的。眼角升起的泪光，无边无际的游荡。泪下的一句荒唐，庸俗的写在脸上，犹如一缕阳光，很确切的感伤，记忆挥散不去，却藏进了我的诗句。七月的风，八月的雨，卑微的我喜欢遥远的你，你还未来怎敢老去，未来的我和你奉陪到底，你若同意我一定去，可你并不在意我的出席，你的过去无法参与，但我还是喜欢你。七月的风，八月的雨，骄傲的我喜欢优秀的你，你和未来怎敢老去，未来的我和你奉陪到底，你若同意我一定去，可你并不在意我的出席，你的过去无法参与，但我还是喜欢你，喜欢你。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整点那个8:00、9:30和10:30的秒杀，8:30、9:30的秒杀已经结束了，10:30的秒杀大概在9分钟之后开始，9分钟之后就给大家开始秒杀了啊！然后请大家呢多多关注我的房间，然后关注一下主播好吗？然后呢，下单的话可以支持主播的，也可以点点赞什么的。主播现在，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。我很久没有开播了，然后我们家的主播就是比较多，所以呢需要大家能够多多下单支持我，这样呢主播才能够经常来开播。所以拜托拜托，给我下单支持我，谢谢谢谢，关注我，送送礼品什么的。袜子看不清吗？很透的哟，你看就非常好穿，超透的。领有优惠吗？如果是我们家今天是买四送一哦，买四双送一双，任意有送哈，任意有送的，买四双送一双。
大家可以多多邀请一下好朋友过来啊，我们一起来就是抢这个优惠。我们大概在八分钟之后就会开始五双秒杀，只有原价69的袜子大概只有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了，所以大家来抢到就是赚到啊，抢到就是赚到。然后今天晚上在我的直播间买四送一哦，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，只能在直播间买，直播间买四送一，四送一任意一双哈。姐姐腿上穿的什么款？我穿的这一款是我们家炫2.0哦，黑色，炫2.0黑色，宝贝14号。我脚上穿的是14号2.0啊，14号炫2.0，它跟16号都是一个材质的，只是区别是一个是梯形裆，然后一个是360度无痕的啊，看你自己的选择好吗，宝贝？嗯，秒杀只有五双啊，只有五双，抢到就是赚到啊，抢到的就是你的，没抢到就没有哦。嗯，姐姐太瘦了，多吃点。我不瘦哎，我有110斤哦。嗯，就是我腿比较瘦啊，其实上半身还是挺有肉的。好的呢，送的是随便选吗？对，四送一随便选。喜欢我的可以给我下下单支持我一下，这样子还能继续看到主播哦。整的黑色吗？不是，我脚上穿的是炫的2.0啊，脚上穿的是炫2.0。啊，我这里不能够说我的这些号啊，然后大家可以加我们的会员，然后加我的粉丝会员群啊。就是加粉丝，加那个会员粉丝，然后在会员里面去加我的会员会啊，可以的啊，可以加到我的。然后大家多多支持我哦，给我下单好吗？给我下单啊，嗯，给我下单支持我，这样子我就能经常来这边唱歌给大家听了啊。又要到秒杀时间，对，还7分钟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7分钟到秒杀时间，是不是这个时候？这个时候就要搞点欢快的歌，是吧？炫跟整哪个会滑一些？哇，谢谢我们家61951送来的666666，哇，送了3个，谢谢比心比心，哇，又送了，感谢感谢感谢，砰砰砰，小星星砰砰跳，谢谢送你哦。你想听什么歌？等一下给你唱哈。就是亮黑色吗？炫跟整哪个会滑一些？炫和整的话，我看看啊。炫和整的话，就是我个人感觉，嗯，一个手感不一样，都一样的滑。但是炫的话呢是油亮款，整的话是丝滑款，就是。我脚上这一款它会有油光，你看到没有，亮亮的，但是整船的脚上你们刚才也可以看回放的，它是没有的。哇，有宝宝下单了，又下单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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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心比心。嗯，是买了四送一的对吧？找客服备注啊，客服备注。嗯，整没有穿过，整穿在脚上的话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啊，整的话上脚你就可以看出穿，你看它是没有这么油光的，你看在脚上它就没有这种油亮的光泽。然后整的话它有一个特别的点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整它的后面的裆是加了的，看到没有，单面加裆，单面有加裆的，单面有加裆，看清楚没有，单面有加裆，对，双面的单面有加裆。然后这样子就，然后它比较长，身高高一点胖一点都能穿，它的可穿程度你看可以拉到2个我都可以穿。然后它有一个脚型，看到没有，这样子就会让你的腿更瘦，更修饰腿型，让你更美漂亮的腿型，看到没有。哎呦，我这个展示不好，对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腿型的，很性感的一个脚型，看到没有？对，非常性感的一个脚型，可以让你的脚的丝袜
更加贴合，然后让你更瘦。有开裆的有，你在我们店铺搜女字加一个开字，女字加开字啊，女字加开字，记得你们下单的时候要备注安安的名字哦，备注安安的名字啊。有开裆吗？有的有的有的，女字加开字啊。然后我们马上还有三分钟，还有三分钟就开始要进行那个，三分钟就开始抢我们家的秒杀丝袜了啊。三分钟，三分钟抢我们家秒杀丝袜，三分钟 ，only 三分钟啊！大家准备好哦，右上角的秒杀钟，等一下随时点进去抢啊！最后五双，最后五双，抢到就是赚到哦，抢到就是赚到！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比心比心，十里桃花，欢迎来，欢迎来，欢迎来，嗯。秒杀要下单才算，你就是赶紧抢。你抢到了成交，显示你购买到了，那你就是中，那你就赚到了。没有中到就是没有，那你就没有抢过别人。你看我们直播间现在一堆人等着呢，现在直播间好多人都在等着抢啊。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，好久没来了，十里桃花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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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久没来了。对了，今天晚上买四送一哦，在直播间的特别福利，你要买吗？还可以享受会员优惠哦，有会员优惠券的可以直接用哦，买四送一，买四送一啊！今天在直播间显示想要的啊，赶紧买。然后马上的最近的福利就是还有两分钟之后就秒杀抢了，对，大家等着抢到就是赚到啊，抢到就是赚到，看谁抢到啊！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，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可以进我们家的粉丝啊，加我们家的会员，就会员可以有50元的优惠券的啊，欢迎，秒杀五双，有五双，五个人可以抢啊，抢到五个人，我也不知道是谁会抢到，我希望你们运气好，抢到就是赚到啊，五双五双，有五双放出去，对。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波了，秒杀了三波了啊，前面两波等一下，不是在哪个看到没有，右上角，右上角的秒杀中，右上角的秒杀中，准备啊，准备右上角的秒杀中，等一下就点就是的，点进去准备抢就是的啊，右上角的秒杀中点进去，10:30开抢，赶紧抢就行了，10:30开抢，秒杀中点进去啊，马上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，最后一分钟啊，马上就要开抢啦，大家注意哦，最后一波右上角开和秒杀还有会员专属，它是10:30才开始秒的，它现在显示是10:30开秒啊，限时秒杀，看到没有，秒杀中，右上角这个红色的一个小闹钟的标志，看到没有，红色小闹钟标志啊，右上角啊，大家赶紧秒杀中，最后一分钟，快点快点去抢，现在还可以啊，赶紧进去抢。啊，我的天哪，瞬间没了，瞬间没，赶紧付款，赶紧付款，赶紧付款啊！抢到就有，秒杀中，秒杀中，大家点进去，秒杀中，赶紧去抢，赶紧去抢啊！秒杀中，秒杀中，啊，没有了，卖完了，宝贝们。好啦，今天晚上最后一波秒杀已经抢完啦，五双完美 game over， 已经抢完了，宝贝儿，你太慢了，这个拼的就是手速，谁手快谁就是谁的，对对对，没有啦没有啦，没关系啊，但是今天晚上我的直播间也有福利的啊，买四送一，买四送一，买四送一啊，一次就能抢购一双，五个名额，我们这个太福利了，这个完全是亏本给你们的。就是原价69的话，我们秒杀也是6.8给到你们，对，就是开播的时候的福利啊，每一个整点送五双，就是每一个开抢，我们今天晚上送了三轮，每一个开抢就是三个，已经结束了 baby， 明天还有吗？明天应该没有，开播下次开播才会有，但是今天买四送一啊，今天买四送一，大家可以领一下我们的会员专属买四送一，我们家活动力度挺大的啊，活动挺大的，欢迎关注一下我们，然后谢谢今天晚上大家的支持，我是安安啊，然后是一个会唱歌的主播，然后弹弹琴唱唱歌，买买丝袜啊，喜欢我的话可以支持我一下啊，因为我也是我们公司请过来专门来
卖这个丝袜的，大家多多支持我的话，就可以多多看到我啊，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来一曲好的呢，给大家唱一首《追光者》吧，好久没唱这首歌了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自由，有的爱像阳光，拥有着便失去着。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，那么我只想要牵你的手。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，因为你有梦可做。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，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。谢谢下单五双的宝宝，你可以联系一下客服，然后让客服直接给你备注你想要送的丝袜啊，直接去找客服好吗？谢谢你，记得备注安安哦。谢谢爱吃卤水炸蹄的飞行员。然后你有想听的歌吗？可以点歌哦。刚刚那一首歌叫做《追光者》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。下次直播什么时候啊？下次直播的话，大家等我的直播还是我们家主播啊？我们家还有其他主播。我的下次主播应该是下周了，今天晚上感谢大家支持，观看次数和新增粉丝都很不错，然后成交也有大家大佬支持我，非常感谢，所以下一次我还是可以直播的，感觉每一次都就像是坐那种云霄飞车，我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我会不会还能够过安全线，今天晚上已经过安全线了，那么就意味着下礼拜还可以跟大家见面，好开心。雅是什么样子？好看吗？超级好看，超级好看，我跟你讲，很舒服，它是那种腰部有蕾丝边，我去拿一下给你看嘛哟。但是好像快结束了，已经10:30，我跟你讲一下吧，就是它的手感就是很柔软，很滑，很细腻，就摸上去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，它跟这个丝袜都不一样的，它比这个丝袜会厚度会稍微厚一点点，像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 3D 的样子嘛，你看它有这么透，但是雅的话比这个厚度要厚一点点，但是也会很透。指甲的话像这个，你看我们的指甲透出来是很明显这种红是吧，但是如果你穿上雅的话呢，它就是一种朦胧的红，还是可以透一点点指甲颜色出来的啊。然后它可以修饰肌肤的肤色，可以让你的皮肤显得非常非常的像打了粉底一样的超级自然超级美。然后呢很细嫩，摸上去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，它是柔柔的嫩嫩的那感觉，真的我每次穿雅，你知道今天晚上阿拉蕾就送了我一双雅，我好高兴的，你知道我穿在身上真的超级舒服，特别适合春天穿，现在不是春天了吗，到春天就买雅穿它不会错，买了送给女朋友，我跟你讲女朋友爱死你，而且你自己也有福，你知道吗，这手感真的绝了，喜欢雅喜欢要有好手感，想尝试一下什么叫婴儿般肌肤的一定要买雅，而且绝对买都不会出错的，我们家礼盒送出去也不是那种 low 爆的那种，这是我们家的那个丝袜包装，你拿去送给你女朋友的话
都是很上档次的，就不会觉得女朋友说，就有些丝袜，像你那种通货丝袜，跟你讲，你穿过好的丝袜之后，真的那种，像我现在我是穿不了浪莎那种的啊，我不能说他们的品牌，就是那种通路货我穿不了啦，因为穿上去就难受，那种普通的丝袜我穿不了了，就明显穿过这种好的丝袜我就穿不惯那种了，太难受了。这个的话男生可以穿啊，五号零去买，五号零大码加大码，五号零的加大码男孩子可以穿，我们家好多男孩子也买的啊，对，喜欢的宝宝可以买一下啊。然后最后给大家唱一首歌作为结尾，我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啊。嗯，最后一首歌要唱一首感谢大家的歌吧，嗯，我想唱一首等你下课，周总的歌，对，就叫等你下播，对吗？五号男生可以穿啊。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相遇你不期而遇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。我找了份工作，离你宿舍很近，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才发现你不吃早餐。哦，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耳机听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主播成了卖唱的吗？在我的直播间看直播，能够听歌还能听我唠嗑，记得我是安心的主播。都什么年代了，唱首歌才能开播，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的陪在你身边。也许我不是你最喜欢的主播，等到你来我房间，我还是想和你聊天。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你会下单，有人默默地陪在我身边。也许我还会出现你的世界，当你听到这首歌，就代表着安安来到了你的面前。对呀，我是卖丝袜的弹唱主播安安，欢迎来到安心的直播间。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对，下一次直播的时候，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哦。全网卖丝袜主播中唱歌最好听的，比心，爱你哦，你超级会说话，嘴超甜的。下一次到我们这里来，再来支持我好吗？嗯，男的是五号链接，对啊，下单的宝贝记得要备注安安哦。对啊，今天趁着现在下单买四送一啊，丝袜是个消耗品，可以多下一点单。马兰坡的二姐 ，baby， 真的吗？啦啦啦啦啦啦，你刚刚买丝袜了吗？可以点歌吗？我要下播了，宝贝儿，如果你刚刚下单了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唱一首歌。嗯。其实我现在已经要下播了。你想买五号吗？五号，赶紧买，赶紧买！我的还想多成点交，你们要买就赶紧下单，对。你迫不及待钻进了前沿里面。你买不买？买就赶紧买。你想买零？对，五号，赶紧买。
今天有买四送一超划算的，还有店铺优惠啊，可以有优惠券用。嗯，对，谢谢关注哦，比心。安琪啥时候回来呀？安琪的话，他还在家里面说哦，但是好像暂时不会回来了，他家里不太同意他来长沙。他不是广州人吗？他家里面不太同意他来长沙，他是广东那边的，他家里就觉得太远了。嗯，现在还在跟家里说，不过他自己是想回来的。嗯，好的呢，我们的后台可以关播了，好像。夏天男的穿丝袜一般都是穿在裤子里面，你也有男的一般穿黑色丝袜。就是他们怎么穿配球鞋，黑色丝袜那种厚一点的，他们打篮球的时候配运动裤，然后穿球鞋还超好看的。你可以是抖音上面搜一搜，有的。嗯，欢迎大家，我要下播啦。